桃园跨年晚会在青浦盛大登场，有超过60,000人在现场一起倒数迎接新年。今年开场由毕淑晶带来一连串精彩的歌曲，后有创作才子韦礼安登场演唱，为晚会揭开序幕。2022桃园跨年晚会以 Meet 遇见桃园为主题，让观众在桃园遇见喜欢的明星。这次更邀请到台剧《神之乡》父子档王世贤跟李玉玺同台合唱，也是首度合唱主题曲《毛玻璃》。831还跟金曲歌后艾怡良一起合作，带来重新编曲的经典嗨歌《眉飞色舞》，让跨年倒数前的气氛炒到最高潮。去年跨年因为疫情影响只有线上转播，今年终于能线上参与，让民众大呼真的很开心，让青浦久违的涌入数万人潮。实体比较，如果可以送人，可以看到本人。我觉得线上的就比较没有那种感觉，实体的比较有那种正现场的感觉，会比较嗨一点。虽然说我去年也是没有参加，因为我去年在冲考，好，就这样子。桃园市长郑文灿也特别携手夫人来到晚会现场，跟大家一起跨年，也许下2022的新希望。希望2021年所有的一切都忘记，希望2022年一切的希望从现在开始。谢谢大家。挥别2021，迎接2022，桃园跨年晚会也在烟火秀与李玖哲的歌声中画下句点，也期许新的一年大家都能迎接更好的生活。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。